迪丽热巴今年正值上升期，演艺事业真心是蒸蒸日上，人气也是突破很大，这也得益于杨幂的扶持和白凤九这个角色的基础奠定，让大家更加认识了这个单纯善良的新疆姑娘。近日迪丽热巴受邀拍摄一组时尚大片，新鲜出炉，御姐萌妹各种风格都信手拈来的迪丽热巴，前不久刚在米兰时装周首秀中挑战 T 台走秀，气场全开，女王范儿十足。此次在这组最新曝光的大片中，迪丽热巴一改画风，完美诠释软妹风格，歪辫、马尾、双麻花各式俏皮发型轮番搭配，手拿刀叉或者零食跟镜头友爱互动，十分娇巧可爱。据悉迪丽热巴目前正在拍摄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，而由她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秦时丽人明月心》正在热播中，也将在下周收官，观众们不舍的同时也纷纷对大结局表示十分期待。